哇，这个房屋已经有五房四浴加一个卫生间，那么它还有房中房，楼下呢有三个房间，超大，越看越有，总共有七个房间，惊喜不断。这个房屋它是为 Great Park 大公园售出的一个6151平方英尺优质土地上的一个度假式的住宅，拥有开放式的平面图，这间明亮朝南宽敞的住宅，现在这个电呢已经断了，但是呢它的采光相当的好，每一个房间它都有窗户，窗景明亮。这个呢是楼下的卫生间，它的楼梯下面有一个储存室可以储存，然后我们从这里走过去过道，这是上楼的，上楼上去二楼，这是大厨房，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岛台，它都是 Monogram 的名牌电器。这个储物室，这个是 pantry， 储存烹调料和食物的。这个就是一个娱乐房，这是 garage 车库，两车位的车库。这个是娱乐房，直达后面的后院。它的树木都繁殖得很好，一片绿色。这里有一个，哎，惊喜儿，这里有一个冷冻的酒柜。这个是大厅，又是厅，这个是后院。这个房屋它的占地面积是6151尺，它是两层楼的。好，我们现在上二楼，都是实木地板，它的天花板有10尺之高。它有 high ceiling，就是挑高的天花板，上楼右手边它是洗衣房，有个水槽，它有 cabinet， 它有柜子储物的。足够的储存的柜子。好，我们走过去，这里是一个房间，四方四正的。第二个房间，大衣帽间，足够的让主人们有空间放自己的衣帽。双洗手台，日光，有景哦，有 views， 那边 views， 还有看远处的小山。又是个房间，加日式。又是一个房间，这个是第三个房间，有 closet。第四个房间，一个浴室，
基本上它每一个房间它都有个浴室，那它这样就很方便，都有自己的 closet。 楼下有三个房间，总共一起有七个房间。它的地段又是距离 Arkadensy 公园学校 K8 轻盈直牙，走路就可以上学了。这个学校呢是吕户苏永的尔曼联合学区的一部分。这个房子建于2018年，它的社区费呢是225每个月。它这个房屋的价格从原来的248万8800，现在降到了是239万8000，所以只涨了38万。现在这个市场上，像这个五房，它登记的是五房，可是其实它有七个房间，所以它是超划算的了，在目前这个市场上来说。感兴趣的朋友们，赶紧跟我联系吧。我们来捡漏哦。